七日里，芬妮是青春可爱的运动服装出席某品牌活动，纤细腰部曲线一览无遗，让现场粉丝热情抢拍，几乎挤爆活动柜位。李芬顶着小学生的头衔出道，一直备受整容争议，话题不断，但人气不减反增。不仅代言不断，更参演了不少电视剧。李芬透露，又将搭档林佑威出演偶像剧。代言蛮多的，上过生日，就是经常做自己的代言。其实目前是没有算过，但是因为接下来我八月也要就是去内地拍戏了，所以可能在台湾的工作就不会那么频繁了。这次跟那个林佑威一起，那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金童玉女邱泽唐嫣分手，被指因为第三者李玉芬插足，李玉芬因此背上了小三的骂名，邱泽也贴上了负心汉的标签，但两位当事人均不承认恋情，只以朋友相称。马上就到了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不知道两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互动呢？其实情人节一直都还蛮期待有一个对象可以有那样的情人套餐啊什么，但目前就还是以工作为重吧，也不在台北，所以希望可以就是吃一顿饭啦，然后可能跟经纪人一起，对啊，就是可以去庆祝一下，但应该还是在工作中度过。强调自己单身，情人节会在工作中度过，不过真正的情人节安排我们只能到时候坐等围观了。